开麦以来，有史以来最重量级的嘉宾，我们的梅理事长梅尔，欢迎 Sir Mayor Adam。谢谢阿伦先生，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哎，OK，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我们的梅理事长，其实要讲一些什么东西，今天的节目就纯粹给大家认识我们的市长 Adam 啊。 Adam，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整个 talk 之前呢、啊，其实啦，我想跟我们的 Mayor Adam 玩一个小小的游戏。OK， 游戏其实游戏规矩很简单。OK， 啊，我问什么你就答我而已，不要想， okay. 不可以想了哦。OK，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talk 啊还没有开始之前哦。我听到啦，其实很多人讲我们的市长梅尔哈，梅尔 Adam 玉先生很像是平时没有什么讲话，比较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今天我给你们看不同另一面的啊，我们的市长先生啊，我可以开始了吗？我有几道简单问题而已。谢谢，好 ，OK。不可以想哦，三十秒里面要答完哦。OK， 我们有人专人计时的哦。如果三十秒答不完，是要受惩罚的哦。OK， 好的，可以哦，怎么样惩罚都可以啊。观众前面，观众你们跟我作证哦。如果你们有想到有什么方法、什么东西是没有做不到，你们想要 bet 要怎么样来惩罚他，你们 comment 啊 ，comment 在这边，没有讲可以，要怎么样惩罚都可以。三十秒时间啊，回答我们的问题。哎呀，好的、我们准备开始工作人员计时，一、二、三，开始。吃饱了没有？没有，今天吃饱了。吃什么？刚才因为没有时间来吃面包。吃面包哦 ，OK、啊。平时你喜欢穿黑衣还是白衣哦？白衣。白衣。喜欢喝咖啡还是茶？咖啡。喜欢冷的还是热的？热的。要加奶不加奶？不加奶。不加奶。平时喜欢吃咖喱饭吗？喜欢。喜欢咖喱饭的那一个字是要板界呢，还是要另外放？另外放。放通常在哪里吃咖喱饭？凉茶铺。凉茶铺哪一间？喜欢喝奶茶吗？奶茶还可以了，不是那么喜欢。哦，不是很喜欢。这样喜欢吃 cake 吗？还可以。还可以。什么口味的 cake 比较喜欢？巧克力、草莓、cheese。OK 也好。最后一个问题，平时在家里谁讲了？谁讲话谁最大？谁话细？我家没有谁最大的，哦，都一样，不可以，这个不接受。再来，谁最大？只能选谁最大。你家里四个人，你老婆、儿子、女儿，来。我最大，因为我年纪最大。啊，好 ，OK， 市长夫人不是我讲的，梅尔讲的，他最大。好，完。sorry， 超过三十秒。OK。我看到这边，大家很像都对我们的梅尔有一个自然的威严给他吓到哈，没有人敢讲要怎么样惩罚梅尔啊，不如我来了，不可以，老实说，不可以太过 serious， 我怕等下梅尔接下来不懂要怎么样应对啊，我们放松一点，给梅尔自己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来表现一下你自己，梅尔，你要跟我一起来 rap 啊，还是 beatbox 啊，还是要你要跳舞也可以的。因为其实上一两个礼拜，我们很多人 comment 哦。我看还是你建议要怎样惩罚吧。我觉得其实，有人讲要唱歌啊，唱歌，我又觉得跳舞好哦。不懂梅尔有没有看过啊？其实现在网上很流行这样的梅尔，他们很流行这样跳这个，不懂是什么。好，还是我们来一段跳一个流行舞、Donald Trump 的舞啊？也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之前有收到不是 complaint 啦 feedback 啦、有人讲我们的节目没有美女，他说没有人唱歌，没有人跳舞，所以我就想到可能跳舞比较好看。不过 since 我们的观众讲唱歌，我们就 OK 应我们的观众要求，来有请我们的 Mayor Adam 来，我们给我们一小段，什么歌都可以。观众要你们听众请 comment， 你们热烈来 comment， 你们要给分哦。如果你们认为过关 OK， 你们接受就过关。如果不行，我们叫梅尔再来唱，就继续再唱，唱到他观众我们大家认为很好满意为止。因为很久没有唱歌了，可能等下歌词啊，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记得。哦、可是我、哦、okay, 我试一下了啊，没有歌词也 OK 的。我试一下，我要唱一首叫做唱一小段了，叫做《小城的故事》。哦，小城故事多，邓丽君。OK， 好，我闭嘴，让梅尔来。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妹妹特别多啊！其实没有想要这样唱，但是歌词忘了。没有，他其实是记得是妹妹是很多，但是刚才已经不小心讲家里最大，又怕回去，等下不懂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市长夫人。Sorry 啊，市长夫人，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而已，不要太认真。好、哦、啊，没有没有没有，请来继续没有。歌词忘了、oh, OK 好、其实我们OK 啦，这个只是一个小小游戏、啊、我们回来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美儿，谢谢美儿、美妙的歌声，老实说 OK 我还没有想到原来邓丽君的歌曲可以唱到这样好的OK 我们今天 My Talk、其实很荣幸 My Talk、可能 Mr. Adam 你可能不懂，这个是我们、第三次的这个 live， 所以其实 My Talk 我们是讲一些什么东西 ？My Talk 就是一个平台 ，OK， 给所有的我们的 Miri whatever 所有的 Miri 人有机会上到来这一个地方 ，Tell people who you are，Tell people what are you doing。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的 Mr. Adam， 我们的 Mayor 市长先生 ，So 我不要讲太多，让 Mayor 自己来讲啊，讲关于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老实说如果我让他自己讲他又很像无从下手，不懂要从哪里讲起，不如这样啦、啊、我们慢慢一个一个问题来问他、啊、你们观众朋友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的方式不好要给梅尔讲，你们就 comment 我们就让他讲，还是你们有问题要问你们 shoot in 进来 post 进来我们问梅尔、哦、好吧。好，我想问，其实我想问啊梅尔， 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懂啊、你其实是当地人吗？梅里人，还是像我这样是从 import 来的？我当然是沙拉越人啦。OK，、我出生在西里街。哦，西里街啊、我也在西里街上学。九号毕业之后去吉隆坡升学。等一下，没有讲这个东西，很像有很久很久的感觉。我想带我的观众朋友问啊，什么是九号上学？我们没有听过这个 term 九号啊，怎么样？九号没有？九这个 form five 啊、OK，sorry，form five 啊 ，OK，form five， 嗯 ，after form five 我就去KL 啊，上了 form six，、哦、然后呢进这个马来亚大学啊，我在1980年毕业，然后呢在国外工作。到1985年一月的时候，我的公司派我了。我可以打岔一下吗？我不要一直讲梅耶啦，梅耶讲真，我就觉得很像很 formal。我叫 Adam 啦哈。好的好的、啊。反正有 social distance。好的好的。你要你就骂我，你打我也不可能了的啦。你为了形象，这样多人在看着，你也不可能打我。OK 。我就是想打岔一下。OK。我刚才听到很有兴趣，就是原来我们的 Adam 其实在after 九号上了 form five 过后，在 KL 读 form six。对。好 ，KL form six， 就是 KL 市中心。那时候啊，我是那个Tunku Abdul Rahman College。哦。他是在Jalan Cheras。其实刚好 我就是那边的地头蛇，那边很多很多 OK OK 啦，我其实有很多工作人员，今天 Mr. Adam 带了很多很多的保镖进来，他们凶神恶煞在看着我，他们知道我又要讲美，不是，我告诉你没有，我要讲的是 KL 有很多东西吃、有什么东西是你到今天还在想念着的？我第一次去 KL 的时候，那是 after form 5， 我只有差不多18岁19岁最会吃的时候两样东西啊我还记得很清楚了。第一个所谓的炸饭的，那时候啊第一次这个认识到炸饭，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1974年在吉隆坡这个炸饭呢还是好像六毛钱呢、啊、还应该还有送一碗汤六毛钱。还有一个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们的那边的那个好像干捞面的那样的，这个碗汤面碗汤面
因为你们的面跟那个做法跟我们啊撒勒耶的完全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喜欢，后来吃了吃了其实还蛮喜欢的。现在梅里呢有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个一样的。这个我真的不懂。这个就是它的名字叫什么就是进这个 police station, 那个啊 ,central police station 的旁边呢有一个好像呢也是忘记了什么名字。应该是在你是说 Adam 是在 Kim Ju 那一边还是在不是教堂那一边，这个是布里达市中心。市中心警察局。市中心警察局旁边有一间咖啡店。他是在角头间还是中间？他也算是角头间，也算是角头间。其实蛮大的那个咖啡店。那就是那边也同样的。是。这个我真的还不懂。我发觉梅里只有那一间有那样的那个碗汤米。OK, 所以两样了，就榨菜饭榨饭了。我刚才听到哈，我们的Mayor Adam 讲哈，其实碗汤米榨菜饭哈，但是那一个不是重点，不是我 discover 到的重点。我 discover 到的重点就是我们的 Adam 有讲，其实他刚才不小心讲了我们，他讲我像你们一样哈。其实是不小心 review 了，我是西马人呐、啊，观众朋友，对，我是西马人，不是我讲的、啊，是我要承认，因为可以 playback 的，可以 playback， 不可以骗不到他们，他们知道我是西马人。但是我讲那个 point 就是哈、啊，其实啊，今天不是我讲哦，这个要站起来，可以要谢一下我们的市长讲的，我们西马人刚刚去西马食物，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试了过后。你就会爱上他了的你们可以拿回来看OK 这样除了在那边读了两年都是住宿舍没有Form 6没有住宿舍，我们自己租房间。那个生活可真的就是快活了就租房间进了马大之后呢，第一年是住在这个马大的宿舍，第一年过后呢，也住在外面了，租房间了。诶，这样那时候还的马大那一边，你在读着大学，应该就 Mid Valley 还没有完全没有，你们在马大校园应该还有很多 Green SS2 啊、顺大那一些，应该你蛮熟悉的吧？现在还会记得吗？有还会记得一点的，可是也是变化很大了，变化很大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呢是 Section 14 Section 17这些的Sungai Way Sungai Way Sungai Way 没有，Sungai Way 比较远了、哦、我们就主要是 Section 14 Section 17没有，其实记得的，我刚才特地讲一下 Sungai Way 跟 Section 14其实是不同的，他知道的可是那边也是变化很大的。我反而更有兴趣想问一下啦，今天我们就讲明了嘛，我们节目开场之前已经讲了，我们要给我们的观众看一下 another face of 我们的 Adam E， 所以我就想讲，通常啦，我没有去过大学，但是我听那些我读大学的朋友，很像我们上两个星期没有你的助手 Kelvin 啊，他也是大学生、那个我请来的嘉宾 Henry 他们也是大学生，我姐姐他们也跟我讲大学很爽。怎么样很爽呢？其实书不大用读啊，他讲每天可以去看戏啊，走来走去啊，拍拖啊，聊女子啊我就想问你们那个年代应该更爽有爽到吗？ 我可以这样跟你讲了，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光呢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了，也学到很多东西，一个美好的回忆了。四年是吗？其实读大学你们我是四年哦，这样我又想问一下，就是不是 Mr. Taylor， Mr. Ong 不是在 Damansara Uptown， 刚才Adam 有讲了，他是在那个 UM 就是靠近现在的 Mid Valley 再跑下一点点， and then 那时候他是住在不要紧了，也这样过了这样多年，可以告诉你他住哪里，就是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住在 SS614
No, section. Section 是 section 14 section 17啊，不是 SS 啊、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冒牌货 KL 人啊，不好意思。我们回来我们的 KL， 我还没有讲完我们 KL 大学大学生涯，很好玩，很爽。我们还没有讲到到底有多爽，我其实很更有兴趣想知道啊。刚才既然讲到市长夫人，是市长夫人这边人，是梅里，我在梅里认识他的。哦，在这样是大学毕业过后。其实我来梅里是1985年，我1980年毕业，然后呢在国外工作。1985年呢，我的公司派我来梅里，所以我是在梅里认识我的太太的。哦，我们的原来我们的市长夫人是梅里人，她在四屋出生的。啊、所以呢，在梅里认识的了。这样应该没有关系耶。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再问一下大学更爽的事情呢？大学一定有更爽的东西的嘛？没有，反正没有关系。你刚才已经讲了啊，你是在毕业过后还去外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才认识你的现在我们的市长夫人，我们的太太。这样之前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吗？哦，可以透露一两件比较以前比较好玩啊，还是比较爽啊？比方说，T dance 啊，我觉得那个年代应该你懂得来的 ，T dance 一定有的。这样了，我只能够跟你讲了，那时候我第一年过后就住在外面，跟一些朋友租屋子，啊、在外面租屋子，租屋子。学生的时候当然也没有什么钱了哦，可是我们也是非常好玩的，所以呢，时常呢在周末我们呢就来 party 了啊 party 呢，基本上呢，那种的 party 就是啤酒跟花生啦。当然呢，那时候以前你们喝都是那时候应该比较流行喝台哥啊 Guinness Stout。Tiger Guinness Stout Carlsberg， Carlsberg 比较少人喝是吗？以前 Tiger， 那Tiger 我们一般上没有喝 Tiger，是吧 ？Carlsberg Heineken Stout 这些的了哈。因为也没有什么钱嘛，所以你们一间屋子是多少个人住那时候？哎呦，好多、哦。我。第二年出去住的时候呢，是租了一个apartment 啊、apartment 呢，一个两个三个房间，三个房间加一个 storeroom。不，你不是想跟我讲 storeroom 也拿来睡耶？其实我住在 storeroom， 我差一点要蹲 ，sorry，seriously，seriously， storeroom 我一个人住。其实总共啊、有九个。你是为了省钱，还是你被别人不利？不是，我要自己一个人住。哦，所以 the only available space is the storeroom 啦。哦。So I stayed in the storeroom 啦。哦 ，OK， but storeroom 不是不通风，没有。没有，它这个 storeroom 是 kitchen 旁边，它有 window 的，可是是很小了。它的那个 width 啊，那个宽度啊，比较。以前又没有 internet，没有，我们的以前那时候应该也没有 mobile phone 呢，没有。这样我又有疑问了，我又想问哈，这样周末要一个人住哦，这边周末我每天晚上就没有东西做。这个是我的习惯了。看书，看书啊。看书看电视，还是纯粹就是喜欢，因为靠近，刚才你讲靠近 kitchen 啊，半夜比较方便起来煮面吃。那时候最普遍的，当然晚上呢，如果有吃宵夜的话，就是 Maggi 米跟蛋啦。偶尔有去那个这个咖啡店，吃炒面啊什么的。说、应该你们那个时候还的你们那个时候大学应该跟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分别的嘛，你们的 class 啊那些都是一样，有时到下午，有时到晚上，所以、应该也一样有分 section 的啦。主要的看你是念什么的。
我的 housemate 啦、哦、跟我同住的有一个是念 economics 的。哦、oh, ，OK， economics 的。所以我每次我们笑他，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他睡觉，中午的时候我们回来他还在睡觉，因为他 economics faculty 那边呢，一个星期的 lecture 只有几个小时而已，其他的 tutorial 也是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每次笑他都是在睡觉、啊。这样，我据我所知啦，这个啦，在honestly as、一个 MC 主持人 moderator， 我还没有请到我们美里的 the number one first man Adam 来到之前，我当然是要做一些 research 的嘛。好、哦，所以我就知道你是读 gerontology， 是叫 gerontology 啊哈。我 sorry， 我不会讲，其实就是什么东西啊？我是念的 geology。geology 是地质学。地质学呢？地质学其实是一个很广的这个学了哈。我是专注着specialize in 这个 micropaleontology 那个微小化石，就是我们会知道哪里有哪里有那个钻石，哪里有 diamond， 哪里有金。那个是另外的一方面的那个 geology 了。我念的其实是 micropaleontology， 就是微小化石。化石就是以前的动物变成是啊。OK。哦，我看到有 comment， 我们的 Mr. John said， can we speak Malay pleas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Sure， I mean， I'm definitely Mr. John。 我 saya boleh cakap bahasa Melayu， so memang Encik Adam pun boleh cakap bahasa Melayu。 No problem， Adam。 A little bit。 Ah， boleh， tapi minta maaf dulu Mr. John， because kita punya aliran untuk kali ni punya section okay is for Mandarin lah, in Mandarin base. Tapi jangan risau, okay, kita tidak akan hamparkan Cik John. Nanti dekat section yang akan datang kemudian, saya rasa pun Adam memang akan besar hati dan sukarela untuk datang sekali lagi, one more time. Next time maybe kita buat lagi satu section untuk bahasa Melayu dan juga bahasa English. Okay, Adam. Okay. So we said, as promised, next time we come in, kita lagi buat satu section untuk bahasa Melayu dan juga bahasa English. Tapi masa tu mungkin saya rasalah, tidak, bukan saya lagi moderator. Kita kena selalu tukar. Pasal makin kerap, makin ada ramai saya punya kawan ada yang WhatsApp saya. Huh? Ada ramai dia orang beritahu. Dia cakap kenapa hari-hari tidak ada menari, tidak ada singing. Tapi hari ni sekurang-kurangnya kita sudah ada Adam menyanyi. So kalau mau menari, sabar. Ah, minggu depan, okay, review 一点点. Minggu depan kita ada orang boleh menari, ya. Okay, jangan risau. So, 我们回来 come back, okay, okay. 我们的 topic 大学. So, 我看我其实问了两三次，我一直在想讲，我想问 Adam 啊，大学有什么比这个更爽？但是他还是没有跟我讲有什么更爽。我觉得我还是不要逼他了，因为刚才他已经讲了，在家里他很大，最大。回去等下我怕会晚上很难交代，我们就不要再讲大学有什么爽不爽的东西。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我想知道更多一点、啊、OK OK 好，据我所知啦，我有做一些 research、啊、像我讲这样 Adam， 我知道你本身除了有担当这一个现在是我们美里尊贵的市长 OK 之外啊，你也是沙拉瓦人联党他的这一个宣教秘书。现在我在沙拉越人民联合党是这个我们普益支部主席然后呢也是党中央的宣教秘书。OK，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和我一样啦，我想带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包括其实是我自己啦 OK， 我自己我想问，我真的想知道其实这个宣教秘书是做什么的。宣教秘书基本上是做宣传方面啦，文宣方面的工作、哦、所以就是说你在党里面的责任就是要负责像是怎么讲，以前我哎呦惨哦，我只会用这个以前的那个社团来形容，就是那个白伞，就是那种
老师像诸葛亮这样子拿着那个伞啊教人家那种叫你们来来来来来我很好那种 做 promoting 的工作是这样的吗？那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要啊怎样讲呢？为啊、有时候啊、对方啊、的政党如果有发讲什么话不对的话、我知道混他，你讲不对混他是这样吗？不是混他，要没有纠正一下，没有啊，要纠正一下，不是混他啊。啊，sorry，就是不是混他啦，就是就是教导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这个是讲的假乱讲话、啊，你知道了啦，现在啊，太多的这些假新闻啦、假消息啦等等，所以啊，我们呢、啊、要啊、告诉人民真相。诶，讲到这个，我就忽然间很像要很认真，要很认真在讲啊，这样子，这样 Adam， 这样其实是不是？我又想这样，在沙拉瓦人民联合党，接下来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这 new norm， 这是很认真的了 new norm，所谓的 new normal 就是我们大部分都在，像我现在我们也在 live。利用这个 social media 在讲这一些做这 live、做这一些宣传直播，这样接下来 人民联合党有什么 program， 就是像可以配合我们这种年轻人啊，像我们这种这样的年轻人、啊、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接下来的那一个、planning 吗？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之下、有两点我要讲了。第一点呢，我们沙拉越人民联合党一直在、参与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方面的工作了，就好像我们党主席达都西里沈桂贤，他还设立了特别的那个page 啊，专业面试告诉人民这个我们呢、沙拉越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状况，而且呢还呼吁人民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你说年轻人呢，我说啊，年轻人呢，其实在这种新冠肺炎的情况之下，第一件事要做的，年轻就是做好保护自己。怎么样？做好保护自己。怎样保护好自己，就是要遵守这个 SOP。 SOP 就是你戴那个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然后呢清洁这个因为其实这个病在这个 vaccine 疫苗这个出来之前呢，只有通过这个 SOP 才能够break the circuit， 就是说，对，把那个感染线斩断，就是要大家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也就是保护好你家人，也就保护好你身边的朋友。所以这个第一个，每个年轻人要知道要做的，就是首先就是保护好自己。OK， 这样好，明白。目前大概时间过了30分钟，老实说我是讲到有点口水干了啦，然后我看 Adam 又不好意思在镜头前面喝水。好，我们 break 一下， cut 一下， cue 一下，我们去广告，给我们的市长先生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好，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每个星期三晚上《美里时事无所不是》。在我的右手边有我们的市长，谢谢。嗨，我们的美里市长，Adam， OK。刚才 Adam 我们有问到他啦，关于他讲一下他的之前读书啊那些和SUPP 的，他在 SUPP 其实很多人不懂，然后我们的 Adam 在 SUPP 三十年了，好，三十年，今年整整三十年，整整三十年。对，其实 Mr. Vincent， 我看到 Vincent 有说遵守 SOP 就是最快最好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对对对，我们很 agree 啊。说、so, 讲回刚才三十年，其实我有一点东西，我就想问 Adam 啦啊，我就不要管他方不方便，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懂哈、啊，这个其实我们的 Adam 啊，他对这个名字啊，对名字有特别的爱好。怎么样讲对名字有特别的爱好呢？因为我发现到他对凡是叫Kelvin 的人。都特别喜欢啊！为什么这样讲啊？不要笑，不要笑，我还没有讲，你们可能会不懂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今天，我其实不是今天啊 ，OK， 我之前我就 review 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secret， 你们给我听好好哦。他除了特别助理叫 Kelvin， 其实他还安排了一个 OK 内线。如果你们听不懂什么叫做内线。你们回去查字典，我不要讲太明白啊，给你们知道，你们回去 check 啊。他安排了一个人，也是叫 Kelvin 啊，在古晋，就是 Kelvin Yi 啊。你们如果不懂是 OK 啊，我不要乱讲废话，就是我想问哈可能观众朋友大家不懂啊，就是我们古晋的国会议员的这个 opposition 行动党的那个其中。他是州议员吗？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啊、哦。OK， 他不是州议员，他是国会议员。其实这个玉立文中文名啊，Kelvin Yi 是我们尊贵美理事长玉小山 Adam Yi 的 cousin 啊，他要叫你叔叔是吗？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吧？啊，哎，这样快你就表示跟他不熟，不可以这样嘞。是真的不熟，很少见面，是不是不是相似的啦，因为他成长在古晋嘛，OK， 而且呢，我听说他有跟人家讲了，他跟我是这个亲戚关系了，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姓余的人没有多少个，对。所以如果他姓余的，我也是姓余的，肯定的，我们是亲戚关系了啊。而且在沙拉瓦这边哈，这个余并不是那个另外有两种写法对吗？余姓余，一个是余天那个唱歌台湾去世了，一个多余那个余，但是我们Adam 的余就是另外一种写法，和那个余立文那个写法。所以这样，其实你们平时啦，老实说，我是说你们应该没有很熟吧？听你这样讲，的确是不是很熟了。可是后来呀、我有问了我的姐姐，其实如果没有错的话，她跟我们呢、是。也是相当亲的，相当亲的，只是比较少接触。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啊，如果没有真正的要去保持这些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啊，就是讲我们这一代了，下一代，好像我姐妹的孩子们呢、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怎样讲呢，刻意的去保持这些关系啊。因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久而久之应该是不是那么熟悉了。所以我听到言下之意啦 ，Adam 就是说，因为距离比较远，他在古晋，而且那个Mr. Kelvin Yi 哈，说因为他从小在古晋长大啦，所以就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亲密这样子啦哈。对，不要对先。我还没有讲完，我讲，所以你很肯定不是因为他是行动党的关系，所以你跟他不熟。那个跟完全没有关系了，亲戚是亲戚，肯定吗？我问三次哦，很肯定。
那个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哦，这样就是讲、你不能够说因为政治的立场不一样连亲戚都没有了，这个讲不过去的。亲戚就是亲戚，这样朋友可以的嘛？亲戚不可以，没有人亲戚很亲吗？这样朋友可以吗？Let's say 啦，如果我朋友一般上也是小鸟，我是火箭的话，这样可以访问你的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做朋友吗？访问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我们要分清楚了，政治立场是政治立场，朋友是朋友，除非你说因为政治立场呢，你去污蔑我，你去攻击我。没有理由的攻击我，那当然是你不是朋友的也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你保持你的这个政治立场，我保持我的政治立场，这没关系的。大家怎样讲呢？君子作风吧。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理想。我们朋友是朋友，亲戚是亲戚，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除非你恶意的去抹黑我或者是攻击我，那就不是一个不友善的那种举措嘛。这样我还想给 Adam 下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被自己套到了，因为我没有想到我的对手原来是我们的宣教秘书。他当然是跟所有人都做朋友嘛，还要讲什么呢？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哎呀，我真的是sorry 啦，我也是刚刚才出来做主持人，改天我会想那些更难的一点的问题。好，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了，不用讲，一定是朋友。所以你们观众朋友不用怕，其实改天你们在巴萨在哪里都好，看到我们的市长先生，赶去跟他打招呼，他还是请你吃饭喝茶的，不要紧，你穿什么衣服，你是什么党派都 OK 都没有问题的，对吗？对。OK， 我们就不要再讲那一个了。其实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了，老实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有我看到其实在镜头后面很多人在笑。我跟你讲，我对政治真的没有兴趣。你什么 Article 16 啊，你要不要 amend， 要不要我西马人参选啊，我告诉你，我不黑红啊，广东话讲。OK， 讲到这一个 Article 16， 今天我想问，既然我们 Adam 来到这边，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吗？还有让他讲这个 amendment of Article 16。OK， 这个 amendment 呢是这样的，为什么沙拉叶 GPS 政府提出这个修改，就是要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律弄清楚，指明说你如果是一个非沙拉叶人，那你就没有资格参选，被选为我们沙拉叶立法议员。这个现在的那个宪法呢，对这一点呢是不是很明确的交代了，所以我们呢 GPS 政府觉得有必要明确的修改一下，明确的只是说如果你不是沙拉叶人，那你就没有资格参选和被选为沙拉叶的立法议员。所以我就想再问一下啦。所以你的意思是 Adam， 只要像我这样不是 pure 的那个 Sarawakian， 我 should not 不应该也不可以，是这样子吗？应该是说没有资格啊。 OK You are not qualified。没有啦，我也不想做州议员。我又没有讲的我要做州议员啦。其实你们这么这样紧张呢，我都讲我对政治没有信心，我们不要讲这种东西。那个要想要知道其实更多 Article 16 Amendment 的更严肃的话题，你们可以comment。我相信我们的宣教主任、宣教秘书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哦。但是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我们今天来这边并不是要讲政治的，我们是来谈天的，我们是来聊天的。如果你允许我再讲一点了关于这个课题，所以呢，因为这个课题现在被炒为变成了反效果，就是。反对党呢其实是说沙拉叶政府修改是为了要其他的州的人进来，那个是
这个是故意的，这个 mislead 误导人啊人民啦。因为如果 GPS 政府是这个愿意的话，他就不用做什么修改了。因为现在的宪法，沙勒叶宪法就是对这一点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就是有可能允许非沙勒叶人来竞选跟被选为沙勒叶州议员，就是要避免这个。所以沙勒叶政府呢提出这个修改，就是要承认的，就是这个修改的过程呢，他这个字眼弄得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又收回去，修改之后呢又会重新的提出来。而且呢我相信呢新的修改之后呢，有可能很明确的指明说，如果你不是在沙勒叶出生的，你可能就没有资格参选沙勒叶州这个沙勒叶议会的这个竞选了。我又听出了一点东西，意思就是说其实我错过了很多 batch。我如果要参选，我早就应该出来参选，然后我之前没有参选，现在没有参选，改天没有机会参选，像我这样的人是这样吗？如果这次这个修改成功的话那你这个门就关了啊。 OK， 这样就是我还有一点机会啊。来，我们有一个观众 Mr. Ong Taylor Ong 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代读一下啊，就是为什么 Mr. Ong 有一个奇怪，就是为什么以前不改啊，现在才来改，说他应该是针对刚才我们讲那个 Amendment of Article 16。这种的问题啊，当然是很容易问的啦，为什么之前没有做？可是之前呢当然是没有做，因为没有人真正的想到这一步，所以呢就没有去弄。现在我们呢开始注意这些，所以我们看到了问题，所以马上的就去修改。我这样子我又想延伸这个问题，我又再问一下。哎呦，我一直讲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现在我的兴趣又来了。想问 Adam， 这样意思就是其实以前有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冒牌货沙拉旺人这样的 imitation products， 有 try 或者是有 even come go into state assembly 的吗？有这样的例子吗？其实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们有一个先例了，一个先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了就是最近的这个不是完全是同样的情况，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就是普助州议员陈长峰医生为什么被 disqualified？ 就是因为他基本上在我们沙勒叶宪法之下呢是不合格参选和被选为沙勒叶议员。哦 ，OK， 这样讲到这个普助，就是说我们梅里现在普助这个敦普助是没有州议员了。对，这样我又想，他已经被 disqualified。我又想问啊，这样一个选区这样大了，普助如果没有了州议员，这样其实。就意思就是没有人去紫龙岗，没有人去紫街灯，没有人去，我们广东话讲，没有人去执垃圾，这样子了的哦。这样我就不是等于被 abandoned 了？也不算是 abandoned 了。第一点你要知道的，不一定说你要成为沙勒叶议员了之后呢，你才去紫嘛。他现在还是就是继续的紫。哦，意思就是我也可以去紫？对，看我笑到这样就知道了。如果改天你们观众朋友看到我在路边，你们放慢速度不要撞我，我就是在紫沟区而已，你们不要乱来。继续的，因为这个如果是问题的话，身为梅里人都有权利去紫了这个就是说你要对视，不是说以政治的那个出发点。政治的出发点呢，你把这个问题啊就政治化了，政治化了就成为这个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你如果身为一个媒体人，你对这个事觉得不对，你可以提出来的，这个是你的权利的。哦，这样就是讲 Adam 啊，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媒体人啊，我在这边讲媒体人，就是每个居住在媒体的人，包括 local 在这边出生的媒体人，或者是你来这边居住，你住在这边，在这边做工，任何一个现在你在这边的人，你看到有什么东西不对，你都可以讲，对，你都可以指出来，对，好、啊、，OK， 这样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啊，我就是因为很多问题，所以我做这个 talk show， 我每天找人家上来问他。啊，没事没事。这样我的问题，比方说今天不就我有问题，我要找谁？啊，我又没有周议员了哦。那我自己去指了，像我这样 OK 啦。像靓仔有人会看吗？像有些不靓仔的人又没有人管他，这样他指了。你其实有很多管道的，很多管道的。第一个管道就是直接的联系市政局。市政局也是有几个管道的、哦嗯我们有这个 Talihimat、okay、我们有、直接的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市议员、嗯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沙拉越人民联合党，你也可以通过民主行动党，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政党，很多管道的。你如果说要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很简单了，很简单，就是说没有人会阻止你反映我们的问题。这样意思就是说，这样 OK 啦，或者是我换一个方向来讲，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市民，他又不懂怎么样去找他没有 Facebook， 他不会玩 WhatsApp， 他不懂怎么样去找到 right 的人，不要紧，我有一个小小请求，又或者是改天我们谁都好 ，OK 哦，我看到我们在我们的 comment 里面有 SUPP 不就 branch 的电话，你们可以打那个电话，或者是可不可以他们改天如果看到你，或者是看到我们MCC 的工作人员 Adam， 或者是看到任何人 ，OK。就是不是任何人 ，sorry，OK，、okay, 任何一个在 MCC 做工的人，又或者OK 啦，或者是我啦，我很 gay 博的，你们有什么东西八卦跟我讲啊？这样可以的吗？其实可以的，我的看法，所以我就讲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反映我们的问题的 ，This is your right。OK， 这样他们、哦、我这样子我又觉得又不对嘞。像你讲每个人都可以，我就发现到现在、啊、很多人喜欢在 Facebook 自己的，但是这样子我们又很像做不到什么东西，他们每天就在 Facebook 一直在那边。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嗯有几点呢，我们要讲清楚，大家要明白了。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市政局有责任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市政局有责任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可是市政局有他的这个弱点，或者他的这个 limitations 啦、哦弱点呢就是这个可能的这个市政局里面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市政局的承包商，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好。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了，就是一个小公司里面呢都有这种的现象的哈、哦。嗯，对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了。第一个，第二个，比如以我来讲，我身为媒体市长，这个是我责任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可是人民要明白的，很多事情不能够马上都能够解决的。不能够马上都解决的，你要看什么问题，有的问题可以马上解决，有的问题要去安排，要去筹这个经费、哦有时候呢你要明白梅里市这么大，有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市政局里面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很抱歉不能够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能马上去解决的、嗯、
哦，明白。但是只要有管道有发进来，反正我们的市议员连我们的这个counselor都一定会去 follow up， 会想办法在最短时间里面去 settle 那个问题，对，是这样子吗？对，我每次也是有讲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制度跟这个现实的问题，我希望呢，我们的梅里的市民，有问题，通过你所知道的管道反映给市政局，然后呢，不断的 follow up 跟进。哦，市民自己convener 要跟进，麻烦他们呢帮忙一下要跟进，因为太多东西了。哦，太多东西了啊。Okay。这个非常抱歉了，这个是现实的那个问题了。所以你就是要跟进到这个你的问题到解决为止。很多的问题呢不能够马上解决，要一段时间，要去安排，要去筹备这个经费。有些问题呢不是在市政局的权限之内呢，这个有时候这个更难解决了，就好像牵涉到土地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土地局的 Land and Survey 的 OK 权限等等。嗯，所以大家要明白，时常我发觉这个也不能够全怪人民了。人民呢时常呢也不知道市政局的责任在哪里，其他的部门好像 JKR或者是 Land and Survey 啊，或者是DID 啊，等等的那些其他部门的权限啊，有些东西不是属于市政局的，可是人民一般上呢都怪市政局了。好，明白。So OK， 意思就是我做一个小小的 conclusion。So 从刚才Adam 跟我们讲的道理里面information， 我就 get 到。So 在这边给我们的观众知道一下，如果你们有任何 complaint， 发了任何的那一些投诉也好 ，feedback 也好，你们可以请你们也要多多配合啊，自己再 follow up 一下。其实刚才我有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观众啦，他有一个问题，他叫国耀，他是说他的那一个他有 make 一个 complaint to Sarawak Energy about the 40 street light at Jalan Dato' Sri Joseph Bulan near Permai。Okay, but as we can see, they have marked it as resolved and say the project under Pan Borneo project, which will take another 2 years or at least 2 years. So is it mean that the very dark and corner will remain dark and dangerous? Okay, first, street lightings are under Sarawak Energy. So it is not actually under the council, but because it is involving the safety and welfare of the Miri people, council will convey this problem to Sarawak Energy. Okay. And we will try to see how to get or work with Sarawak Energy to help to resolve this sort of issues lah. But having said that, I mean, street lightings will take some time also, because actually, it's quite expensive to as far as I know, it's quite expensive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street lightings. But I think street lighting actually is a priority, because it's relating to safety. Okay, 像 Adam 像这样子的情形哈，像我们的这一个 follower 国耀这样子，他有这样的 problems. So right now he raise up, he voice up. So 还是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 shoot 他去给谁？还是maybe Adam 你有 assistant 可以帮他 follow up？ 还是等一下你国耀，如果你方便的话啦哈，我可以这样子吗？说、so, 国耀，如果你还在听，我觉得你一定会还在听，请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你可以 direct PM 我们，或者是等一下你可以打这个 SUPP Project Branch 0198863819。其实其他人听到也可以，你们有问题欢迎你们 WhatsApp 他。call 他其实吃饭喝茶也可以啦，不过看人哦，吃饭喝茶找我啊，那个是我的 department complain 找他哦，这样讲可以吗？
OK 啊 ，OK 呀、yeah. ，我们其实时间差不多，今天honestly 很谢谢我们的 Adam 来到这个节目，但是在这边其实我想再提醒一下 Adam， 我们 promise 刚才有 Mr. Chong 啊，我们还有 next episode next chapter in English and Bahasa， sure OK OK as so deal 我们再安排，接下来一样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啊，我们继续回来下个星期三我们的麦 talk， 不，这样讲可能你们会误会，下个星期三不再是我们的 Adam， 我们没有每天看同样的人的。我告诉你，你们每天跟我讲要唱歌跳舞，下个星期三我你们讲要美女啊，下个星期三我请一个比 Adam 更会唱啊，肯定比我更会跳啊，不是这样随便跳的，是真正会跳的美女来。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请有机会，我们请 Adam 再上来跟我们聊多一点，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啦，老实说我还有东西没有问完的，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其实很想问 okay， 我还是忍不住，我一定要问，在节目还没有完之前，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叫我问的啦，改天我们下来讲，就是其实市长是做什么的我还是想问，因为很多人不懂市长做什么。 OK， 我简单的简单哦，简单，我们时间要到了，要很简单。市政局呢是我们呢，国家的第三层的这个政府了，第三层的 third tier government 就是地方政府了 ，local government。政府部门呢，这操作是这样：你市长跟市议员呢是 policy makers， 就好像政府啊、CM chief minister and the aduns 了哈。They are making the policies, decision on policies. 真正去执行、去管理 the administration part 是这个市政局的职员。这个在我们梅里市政局最高的这个执行人员呢，就是 city secretary， 就是市政府的秘书。秘书。他其实是这个管理方面呢最高的了，而且呢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是 warrant holder， 就是钱方面呢也是主要的是他在管理了。市长跟这个市议员呢主要的是这个政策方面、OK， 好，明白。虽然说现在老师讲呢，市民呢对市长跟呢市议员的这种的这个要求啊，或者是期盼的 expectations 啊，是非常的高的了，而且也怎样讲呢，越来越多的这种的expectation 呢。我觉得有期望就是有这个 expectation， ada harapan 是好的。啊，因为就是对我们有期望，要喜欢我们才要进步嘛。很像我很多人每天打电话来问我啊，几时有空啊，要吃饭啊，要喝茶，他们就是喜欢我才接我喝茶嘛。好 ，OK， 所以我们既然听到我们 Adam 这样讲 ，OK， 接下来我们有时间，我 Alan，OK，、okay? 所以我 promise 我们 my talk 接下来我们会 try very best， 我会再久多一点，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我们再久多一点 Adam 上来 ，maybe next time bring one of 你的 partners like counselor 啊，其他maybe secretary come up and then tell us what 他们在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and what can do。好，今天晚上时间到此为止，谢谢我们的，谢谢所有的观众，大家晚上好。